彰化縣政府今天在民生國小舉行彰化縣109學年度中小學校長交接典禮，由彰化縣長王惠美主持，有禮請國小等等攏做18校來辦理校長交接。王縣長是真感謝校長對教育的付出，也期望未來校長可以持續為彰化縣的教育來努力。交接典禮由彰化縣長王惠美親自主持監教，受到生育率下降，再加上公务人员年金制度改革的冲击，予各县市校长退休人数伫明显减少。彰化县嘛出现校校裁撤的情形，予今年校长遴选是特别受到注意。伫今仔日的交接典礼当中，主持的彰化县长王惠美除了感谢历届校长为教育所做的贡献，嘛恭喜新上任的校长会当为台湾的教育付出，透过交接典礼代表教育的心血相传。是彰化县国中小联合校长交接的日子哦。那在这边，我们国中有5所校长，大家继续留任。那国小部分呢，我们有21所国小校长是留任，18所校长呢，这个是这个交接哦。那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校长们的一个用心哦。那校长是学校的一个这个领航者哦。那这个有赖于校长的用心呐、整个的教育就会孩子跟家长感受就会不一样。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小校，他们即使在这个社区里面的生源是不足的，但是因为他们办学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绩优，很多还从外面哦进来到学校里面来挹注我们学校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新生的数。我想在这边这肯表示校长的这个教学办学是受到地方肯定的，才能够有这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跨区来读、哦。那我想这个少子化确实是我们的国安县安的一个问题哦。那怎么样让我们孩子能够这个留在地，最主要是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哦，他能够愿意在地跟我们努力。这届校长遴选结果，拢总有国中校长5位留任，国小校长21位留任，6位续任，15位调任，3位新任。嘉陵校长任期对109年8月1日到113年7月31日为止。新中华新闻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